剂。美食想吃不敢吃，怕调味料混入苏丹红，业者还得自清自保。辣椒粉风暴全台都没躲过，卫福部打包票，一个月内解除警报。真正的负责的话，就是要把整个事情把它处理完毕。好，那这个，那道歉恐怕无济于事。一个月内我们会把这些来龙去脉，含有苏丹红的这一些辣椒粉的去向，把它完全厘清。苏丹红辣椒粉流入后市场，就是因为源头把关不够严。截至3月9号，食药署统计，目前追踪及回溯作业，新北保新累积10批，高雄金站7批，嘉广1批不合格。另外，台南格瑞特洋菜公司也检出1批违规。国人普遍都有吃辣的习惯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采取最好简洁的方式，比如说我就禁止辣椒粉的使用，所以只能循线往下。进口厂商他已经被我们禁止进口，本来是说3个月，也许3个月再继续往后延。初步规划再抓包违规进口制造商，不排除永久禁止输入台湾。而食药署也将扩大检验，从2021年起，过去3年还在校期内辣椒粉，包括供应商及下游，全部扫一遍。一般像脂溶性化合物都会经过我们的肝脏、肠胃道代谢，然后从肠胃道把它排掉，所以建议民众还是多吃一些高纤维的蔬菜跟水果。毕竟是工业原料，根本不该出现在加工食品，加速代谢也只是补救措施之一。后市场已被污染，清查速度一定要快。三立新闻高冠轩、曾家轩、SNG 小组。